忠犬小奶狗 VS 显虾狗男人。你伤又复发了，你不会今天又去演武场了吧？习武之人，功夫一天都不可落下。你伤得这么严重，我现在就去找医师。疼吗？这有什么疼的呀？这都多久了？公主，喜欢吗？喜欢啊。是你准备的？哦，萧山，你竟还有脸面来？帝君，你听我说。说什么？有何可说？恨我至此，竟连未出世的孩儿都不曾放过。